暴风雪的幸运笔。因为上次又看到这个，我觉得也应该可以讲一下吧。那暴风雪的幸运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如果你有这个币值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抽。那它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筹码，你可以抽暴风雪的一个筹码。我们今天先讲这个好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在干嘛？正义的制裁。那先讲已经有重点了，我就讲到这里啊。结束。他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在广啊？哇，有人一直抽到暴风雪，一直被广播哎。哎，对，我的工位，观众，我跟你们讲不得。哎，我的工位又被解掉了。我的什么？经过考核仍然无法继续维持。好吧。我等一下再创个公会哦，大家一样可以录，好吗？因为反正我就创到我们公会考过为止啊，因为我公会考核一直没法过，很像是要到一定的人数吧。拜拜。给我新闻一下。2月20，帮我放进一下。那这边给你们看一下。